A B C D A， 你就是那种勤俭立业，总是表现得从无欺人害人之心，人缘极好，无论做事机灵、冷静、自信，同时也是自尊心很强的人。你是一个十分擅长交际的人，总有人愿意在关键时刻助你一臂之力。你的家庭绝对是被你安排得井井有条，你的财运非常旺盛，充满正能量的你对生活充满希望与向往。今年你在爱情会改变你乐观的特质，你的命格可以向祖辈屈服，遇贵人提拔，平步青云。你在财源上，你也极会经营，把生意做得火热，利润如江水般涌来，万年定幸福。B， 你就是那种性格温和、气质文雅、博学多才，总是表现得自信十足，并有贵人相助，无论做事一直严谨认真，一丝不苟。同时这一年贵人运也不错，你是一个很懂得过日子的人，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思维。你的家境很好，你的财运好得不得了，充满正能量的你对于感情很是期待。今年你在爱情会改变你保护的特质，你的命格日力出众，读书之才必将有用武之地，持之以恒，定能如意。你在外能得到万人崇敬，在家能得父母和夫妻的爱慕支持，夫荣妻贵，子孙显赫，晚景无靠。所以你就是那种逍遥自乐，气量宽宏，总是表现的说话做事干净利索，无论做事有始有终，从不半途而废，同时又有一定的强势的姿态。你是一个十分念旧的人，总希望能在这现实社会拥有不错的生世地位。你的家庭观念十分强，你的财运比较好，充满正能量的你对谁都会掏心掏肺。今年你在爱情会改变你耐心的特质，你的命格经商如意，财路亨通，交友逢贵，美中不足，家内不安。你心直口快，有才能，逢善不欺，逢恶不怕，事有始终，量能宽大，万年大兴。第一，你就是那种勤俭持家，总是表现的事业成功显著，无大灾大难，百事顺心如意，无论做事条理分明。同时这一年贵人运也不错，你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机警的人，总有一天会等到一位赏识他的伯乐提拔。你的家人也因为你的包容和信任而无条件支持你，你的财富都是靠自己的人脉与实力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。充满正能量的你对生活充满希望，今年你在爱情方面运势大致良好，你的命格有天赋之大吉运，有劳无累，财力有进，命在星家，你算是人间大富大贵之人，为人智谋双全，谋略才华过人，能得贵人帮助，万年富裕。心理测试，简单的小测试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